37.2，不是37度，没有，我们37.2，我们现在因为在擦澡，所以稍微高一点，有可能待会儿再来。没有啦，37.3啦。那就早上。那你那多少？15861111。嗯，那先我晚一点再量。没有，我是觉得是他正在擦澡，这个动作造成他的，造成他的那个血压会高，所以方便的话再过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啊，我已经找好了，谢谢你。早上的。哎，早上的。15366。那等一下。15383866的36.6。23号了。对。哎呦，你还是要写在这个。